Ladies and gentlemen， 第一届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嘉许礼正式开始。欢迎大家参与香港红十字会首个网上大型义工嘉许礼。大家好，我是今日的司仪 Isaac。 大家好，我是 Barbara。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回顾了1920年度的一些服务数字，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呢？当然有啦，我见呢其中一点是提到有关义工服务的总时数是高达410,000小时。在这里我们先给一些掌声每一位义工，多谢你们为本会的付出。其实呢，香港红十字会在2020年呢就已经70岁了。在2021年呢，我们会更加有一系列的活动，就跨越70重新出发。我知道呢，今年红十字会准备了三大活动，分别是五月举行的人道足迹互动展，七月举行的慈善筹款午宴暨座谈会，以及九月举行的人道再城市定向挑战暨游戏日。大家到时真的要密切留意我们的宣传。讲回转头，香港红十字会有70年的历史，绝对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多谢你们70年无私的参与和付出。所以为了感谢过去大家的贡献，才会有我们今日这么大型的义工嘉许礼。大型义工嘉许礼？为什么个hall那里只有我和你两个的？是这样的，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了保障各位义工，所以我们以网上直播的形式去进行今日的义工嘉许礼。放心，虽然是网上的直播，但是我们幕后的团队都依然尽心尽力地为大家去筹备，希望可以帮大家制作一个难忘的嘉许礼。话时话，明明上年11月才有一个大型的颁奖礼，都是颁发义工奖项，为什么未够半年又有另一个颁奖礼？不是一年一次的吗？今天和11月的周年大会又有什么分别？香港红十字会为了肯定义工是本会重要的支柱，会透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嘉许和表扬个人或者团队的志愿服务和成果。所以11月举行的周年大会和今日举行的义工嘉许礼，目的都是为了感谢义工多年来对本会的支持的。那至于两者有什么分别呢？就等我简单啲同大家解释一下先。相信往年咧，除咗周年大会之外，大家都仲会参与各部门嘅一啲春茗啦，或者义工嘉许礼，当中会颁发一啲唔同嘅奖项俾义工嘅朋友嘅。而今年亦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哋唔可以参与春茗嘅活动啦。咁有见及此，喺呢个新常态之下，我们就举办了今年首个网上的直播嘉许礼了。
话到明今日是义工嘉许礼，当然都有我们的嘉宾啦。多谢今日出席的嘉宾，包括有香港红十字会主席蔡永忠太平绅士 BBS 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主席萧景威先生，义工及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谭超雄先生，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冯丹梅太平绅士 MH， 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林天佑先生，以及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梁耀华先生。咁我哋现在就有请香港红十字会主席蔡永忠太平绅士 BBS 为我哋致欢迎词，有请 Philip。各位义工委员同埋同事，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香港红十字会欢迎大家参与今日嘅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嘉许礼2021。今次的義工嘉許禮和以往的不同，是本會首次由機構統籌和舉辦的嘉許禮，並邀請全會義工一起參與。我和大家都一樣，都抱著既期待又緊張的心情來見證這個第一次。義工嘉許禮就是好像每年學校和同學派發成績表一樣，記錄著各位義工過往努力的成果。在過去一年，礙於疫情的關係，很多本来需要义工参与的服务和活动都受到影响。虽然是这样，但我们的职员仍然尝试运用不同的渠道和大家保持联系，继续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适切的服务。正如今天的嘉许礼改以线上举行，虽然我们隔着一个屏幕，不可以面对面祝贺各位得奖者或者感谢各位，但我仍然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和各位義工講一聲多謝，多謝你們在疫情期間仍然積極地參與不同的服務，無論是緊急服務，例如協助包裝防炎包，落區直接提供震災和避災的服務，或者是參與社區恆常服務，例如健康教育推廣、人道教育工作等等。全球各位的幫忙令有更多需要的人士得到受惠。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全世界的人都是适应怎样在新常态之下生活，我们也不例外，我们都努力适应和学习在新常态之下怎样能够继续为社区内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适切的服务。当然服务得以成功地推行，必须有赖大家直接的参与和给我们宝贵的意见。如果没有你们无私的付出，香港红十字会亦不能够提供这么多有意义和高质素的服务。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衷心感谢各位义工，无论是时间、经验、专业知识或者物资各方面的付出，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恭贺并感谢在场每一位义工和超过8000名获奖的得奖者。希望各位义工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起参与和探索回应社会需要的志愿服务，防止和减轻人类疾苦，并宣扬人道精神。最后，我这里祝愿各位新一年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多谢大家。好，多谢晒 Philip。今天的活动除了有颁奖环节之外，仲需要大家的参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红会新行义这个活动呢？红会新行义是希望各位义工提交新常态之下新服务的 idea。活动已经进入尾声，现时有7个新的行义 ideas 等大家一起投票。最后3强的 ideas 将会有机会获得初创基金在下年度实行的。哇，这么大件事都没有人说。如果未投票的义工呢，可以扫一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我们截止投票的时间呢，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还有1个钟头的时间都不够。
未投票的义工很快点去投票了，一人一票选出你心目中的新行义啦。啊，是啦 Isaac 啊，你在香港红十字会几耐呢？什么几耐啊？你的意思是认识了红十字会几耐？我细细个就听过这个名啦。哦，我都是细细个就听过这个名。我的意思是你在红十字会做了几耐啊？哦，我做了大概两年半左右啦。咦，做什么敢问的？哦，因为我哋今年咧新增咗咧一个服务年资奖，咁咧就听讲同事都拎得噶噃，咁所以我睇下你有冇可能拎到啫。哦，咁今年新增嘅系几多年嘅服务奖咧？嗱，以往我哋一直咧都系15年咧先至会开始颁发呢一个服务年资奖嘅，但系由今年开始咧，我哋由5年就开始可以攞呢个服务年资奖啦。以我哋香港红十字会的義工來講，大家都真是我們的長期支持者來的嘛，所以今年獲發5年和10年長期服務獎的義工呢應該是數以千計的。哇，喂喂喂，不要說那麼多謝先，說明頒獎不如我們邀請了頒獎嘉賓先吧。是的，我們首先有請會員及義工發展委員會主席蕭景威先生 Kyrus 為我們頒發第一個獎項。等著先，话明网上直播，我哋今年又冇邀请得奖者嚟到现场，咁点颁奖啊？哦，唔使紧张，帮紧你，帮紧你。今年我哋依靠科技，除咗喺网上直播之外咧，一阵都务求可以将我哋嘅心意即时送到喺得奖人嘅手上边。所以请得奖嘅朋友咧，一阵间要留意你哋嘅手机短信啦。手机短信咁得意？哦，不要问，只要信。拎定手机出嚟就啱噶啦。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有请 Kyrus 为我哋颁发第一个奖项。唔该 ，Kyrus。Hello， 大家好，我系 Kyrus 萧敬威，系而家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嘅主席。咁啊，今日好开心嚟到第一届嘅义工嘉许礼。大会今天就找了我来帮手颁第一个奖项，那我们事不宜迟了，即刻颁发了。第一届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嘉许礼5年及10年长期服务奖的，那我们现在在屏幕的右手边，你们就会看得到我们已经将各位的义工得奖者的名单就摆在这里了，那我们现在即刻将我们的奖项送给大家了。咁啊，應該喺呢刻大家已經收到我哋俾大家嘅一個 SMS 一個短信，咁啊再次恭喜各位嘅得獎者。咁由於我哋得獎嘅朋友人數眾多啦，咁啊可以每一個名都一一讀出。咁我哋嘅已經喺個屏幕上面咧顯示咗各位嘅名單，咁啊個名就會按大家嘅姓氏嘅英文去排序嘅。咁我哋今年咧其實就有4100多位嘅朋友咧係攞到5年服務獎啦，咁另外其實都有超過1100位嘅朋友咧係攞到我哋嘅10年長期服務獎嘅。5000多位嘅朋友入邊咧，其實佢哋有嚟自我哋嘅執團隊啦，有我哋嘅急救導師啦，有我哋嘅院友關懷服務嘅義工啦，有我哋境外人道工作嘅義工啦，都有我哋嘅婦女義工嘅。咁當然都唔少得我哋委員會嘅同事啦。咁啊，我再次代表香港紅十字會咧，向各位咧係多謝大家嘅過去嘅時間嘅付出嘅。咁啊，我本人咧就喺2001年嘅时候咧就加入咗香港红十字会嘅，咁至今其实约莫都有20年嘅时间啦。咁同好多其他嘅义工一样啦，都系一开始系做一个青年嘅制服团队会员啦，咁慢慢就发展到系做咗一啲嘅领袖啦。咁之后亦都其实去咗 IFRC 度咧就做一个职员嘅。咁而家喺香港十字會又另一個角色啦，咁希望繼續可以服務緊呢個運動嘅。咁其實我係喺中學度參加十字會嘅。咁但係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我又冇諗咁多嘅，我即係見到十字會喺即係學校嘅時候見到有急救學喎，咁我又想學喎，咁啊就入咗香港十字會啦。咁啊，當初原因就係真係咁簡單嘅啫。咁但係到後期就係因為可能有唔同嘅經歷啦。咁講緊就係話除咗一啲嘅訓練之外，亦都有參加到一啲嘅國際交流嘅活動喎。咁喺國際交流活動嘅時候，咁就去認識咗好多其他地方嘅紅十字會或者紅新月會嘅朋友啦。咁喺嗰個過程入面嚟講咧，對我嚟講，我個影響好大嘅，因為其實發現到大家雖然一開始其實係完全唔認識啦，甚至乎大家可能個成長背景都唔同啦，咁但係原來大家都會好認同咧，我哋
個運動入邊嘅七大基本原則啦，大家有好接近嘅價值觀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願景理念啦。咁呢樣嘢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咧，點解仍然留咗喺呢一個嘅機構咧喺運動入邊嘅？咁亦都其實都促使咗令我之後其實都會參與咗做國際紅十字會 IFRC 嗰邊嘅一啲嘅崗位啦。咁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咁其實都一個好大嘅原因令我可以留喺呢個會入邊繼續做唔同崗位嘅服務。我絕對十分之歡迎呢個安排嘅，因為其實我哋雖然以往其實都有唔同年份嘅一啲嘅長期服務獎啦，咁但係可能對於年青人嚟講咧，一開始已經講緊十五年嚟講，可能係比較遠少少嘅。我哋唔可以忽略佢哋本身過往嘅一個付出嘅。咁所以其實有五年同埋十年嘅話咧，其實對於我哋一班青年嘅義工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獎勵，一個鼓勵嚟嘅。咁如果唔係嘅話，我哋要等到十五年嘅時候，可能都已經其實比較耐啦。喺我哋嘅運動入邊嚟講，其實如果冇義工嘅參與嘅話咧，其實係好多服務都做唔到啦。講緊其實簡單到可能做一啲嘅健康檢查啦，去到其實可能一啲境外嘅服務咧，其實都係需要我哋義工好多唔同嘅參與。咁所以其實我哋個獎，我哋其實雖然名義上嘅獎勵啦，其實另一個睇法就係、是，其實我哋係好感謝我哋義工嘅付出，我哋只係一個小小嘅一個心意咧，去表揚翻我哋每一位義工嘅佢。時間上又好啦，精神上好啦，甚至好多大家喺做活動上面嘅努力上面嘅付出咧，都係十分之重視嘅。我哋會我喺度都再想多謝一次各位每一位嘅得獎者啦，甚至乎其實可能喺在座見睇緊嘅觀眾啦，其實每一位義工咧，佢哋喺我哋嘅會入邊每一分每一秒嘅付出咧，都係十分之珍貴嘅。咁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得24小時嘅時間啦。咁但係佢哋都願意將呢個時間咧放咗喺我哋嘅會喺我哋嘅運動入邊。其實如果我哋嘅運動我哋嘅會冇義工嘅參與咧，其實好多嘅服務都做唔到嘅。尤其是可能喺過去嗰一年入邊大家經歷過一個好困難嘅一年啦。咁好多嘅服務因為咁樣可能係需要暫停啦。咁但係其實好多義工都仍然好積極咧，去提出唔同嘅方案咧，去幫我哋嘅會咧，去用另一個形式，無論可能係一啲嘅我哋好似而家咁樣做一個網上嘅形式又好啦，甚至乎其實唔同嘅方法咧，去繼續服務緊呢個社會。咁所以其實我諗喺呢一度，我要再代表個會多一次咧，係真係多謝每一位嘅義工唔單止係時間，甚至乎大家可能嘅一啲嘅一啲嘅諗法啦，一啲嘅建議啦，其實呢啲全部都我哋個會嚟講咧，都係十分之重要。咁所以我想呢度再多一次，再一次多謝每一位嘅。唔该晒 ，Kyrus， 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嘅朋友，各位义工朋友。由于得奖嘅人数众多，如果你哋头先 miss 咗嘅话咧，唔使担心，你哋可以扫一下画面上面嘅 QR code， 咁就可以进入去网页搜寻翻个人嘅得奖资料噶啦。打开连结之后，先选择你想要查询嘅系乜嘢奖项，然后再打自己嘅名，咁就会揾到噶啦。我哋唔好俾佢停啦，即刻邀请今日第二位颁奖嘉宾，有请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谭超雄先生 Ivan。各位大家好，我是谭超雄，是香港红十字会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好开心今日出席大家这个颁奖典礼。大会今次叫我来颁奖，那颁什么奖呢？让我看看先。原来是颁发第一届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嘉许礼的五年及十年 VSA 志愿服务奖章。要拿到这个奖章呢，其实 VSA 是什么来的呢？是一些义工服务奖章里面的其中一种。获奖人士呢必须要是专业人士，用他的专业去进行相关的义工服务。当中呢就包括譬如住宅社工，我本身都是住宅社工，住宅护士。得奖者就必须要在五年和十年里面呢，每年呢都要获得50小时以上的服务记录。咁而同時咧，今年其實好開心咧，得到五年服務獎章嘅咧有45位，十年服務獎章嘅咧有27位，
得獎者名單咧，稍後會出現喺個屏幕上高。先，我哋喺度恭喜你先。嗱，請你留意我哋嘅獎項咧，就會送到你手上。我咧就其實係喺2011年咧，就已經參加香港紅十字會。首先咧，就係參加紅十字會嘅特殊學校作為一個校董，同時咧亦都參加埋會嘅復康及呢個特殊學校教育嘅委員會嘅委員。咁我隨後咧，除咗呢個委員會之外咧，就參加埋其他義工發展嘅工作。咁啊，直到而家就啦。在眾多紅十字會服務裏面咧，較為新啲又令我印象深刻啲嘅咧，我就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最近咧，我都有探訪過佢哋，嗰、那個咧就係紅十字會喺上水至元朗嘅單車徑嘅單車急救服務。咁點解會令我咁深刻咧？我自己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咧參與服務嘅義工咧，實在好難得。難得的理由就是第一，他們要踩單車踩得好；第二，他們要有救傷知識；第三，他們要捱得。這個捱得的意思就是日曬雨淋，好天曬落雨揼，還有還要捱餓的。在新田那裡，他們的服務的地點是新田，那裡吃東西呢都要走比較遠一點，又或者要自己帶東西去吃。咁而佢哋工作嘅地方咧，系冇嘢遮嘅，就全靠嗰架車，個車尾箱打開就企喺底下遮住一陣間。咁如果真係有單車人士受傷咧，佢又要即刻去做救護啊，去做工作啊咁。咁由上晝嘅11點一路去到黃昏6點，咁星期日咁嘅服務。咁喺呢個咧，我都覺得係難得嘅，同埋唔容易嘅。咁呢點咧就令我好第一好佩服佢哋啦，多謝佢哋啦，同時咧亦都係令我覺得難得嘅，咁就深刻啲咯。咁喺呢度咧，但係我都鼓勵大家，不論點樣都好，多啲參與紅會嘅義工服務。咁我喺呢度咧就再次恭喜各位獲獎嘅義工人士。咁我好想恭喜佢哋咧。除了得到個獎項自己開心之外咧，同其他人都分享啦，咁就繼續努力。佢哋貢獻個社會，佢哋嘅服務貢獻咧，就一定得到回報。自己又開心，得獎者都開心。咁我喺呢度咧，都恭喜佢哋咧，健康愉快，日日都進步。多謝大家。多謝 Ivan， 各位得獎者，若果你錯過咗個名單咧，都唔緊要嘅，你可以掃一掃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咁就可以睇得翻噶啦。跟住落嚟，我哋又頒咩獎呢？唔好咁心急住，除咗頒獎咧，其實我哋今日仲有預備咗好多豐富嘅環節咧，係俾大家嘅。咁過去嗰一年啦，相信咧大家都會覺得係好艱辛嘅一年。咁但系我哋嘅義工咧，依然係冇因為疫情而停落嚟嘅，佢哋依然咧喺自己嘅崗位咧默默咁付出，為我哋不同嘅服務對象提供身上太下嘅各種服務。咁我哋雖然嗰個社交距離係遠咗，但係義工同埋服務對象嘅心咧依然係咁近嘅。咁我哋嘅幕後團隊咧就走訪咗幾個嘅服務受眾。咁咧，佢哋都有啲说话咧，系想同各位义工讲噶噃。咁不如我哋快啲睇片啦。咁其实上呢个过程，其实我就想自己会增加多啲知识啦。因為其實一般人嚟講，我哋都係學緊一啲簡單嘅急救啦。咁但係進階其實係一個比較上多啲認識嘅、多啲認知嘅知識嘅課程嗰個嚟嘅。
咁喺個其實喺上堂嘅時候咧，喺一個其中一個課程裏邊咧，有個導師咧令我有最深刻印象嘅。咁佢咧我哋上緊氣道處理嘅時候咧，呢位導師咧佢帶咗好多器材咧，其實課本裏邊冇嘅。咁但係咧呢啲係我哋未見過，或者我哋見過未認識過一啲真實嘅器材咧。咁我哋攞嚟睇，咁我哋其實可以增廣見聞嘅。同埋喺上堂嘅時候咧，亦都講好多實際上嘅實例，即係喺醫院發生嘅實例咧，佢俾我哋聽。俾我嚟講，咁我哋喺我哋討論期間咧，其實喺上堂時間咧，會更加有興趣，更加有手去學多啲、問多啲嘅咁嘅情況嘅。經歷過學過呢個普通嘅急救證書之後，而家我就進階急救進階證書課程啦。咁我如果完成咗之後，其實咧對我日後喺我平時喺街嗰度嘅幫助咧都好大嘅，因為個信心會增加咗好多啦。咁亦都係一樣嘢，就係期望我自己完成曬呢個課程之後咧，我都想好似我。之前我嗰個讚賞嗰個導師咁樣，我成功成為呢個就做一個好專業嘅急救導師嘅。我哋就話俾個病人咧買住買住翻嚟送俾你啦咁樣，咁佢哋話教我啦咁樣，我教下佢哋咁樣啦，大家一齊玩。当时就叫他们回来，然后就是这些照片看一下。其实主要旅行，那时间挺忙的，他们有个人带着我去，挺好的，挺开心的。即是当时自己在家里很远的嘛，生了很好的长沙和亲人的。好记得中山嗰时参加咗 Best SP， 当时付出咗好多时间、心机同汗水，好努力咁去到最后阶段，但都系输咗。我哋廿几人即系喊到癫咗，努力完又失败咗。这个真系好个好深刻嘅经历。而当时有个 staff 同我哋讲，放开啲啦，过程中学到好多嘢等等。其实有个大人开解我哋，令我哋嘅世界唔会崩溃咗咁。呢样真系好重要啊！我细个中学嘅时候好曳噶，如果唔系参加咗红会，每日放学都要补操，连星期六都要加操，应该一早咧就学坏咗噶啦。红会嘅 training 影响咗我好多，佢培养咗我嘅 leadership， 亦都学识咗同其他人协调，呢啲都影响咗我选择职业嘅方向，最后就造就咗我成为而家一名社工啦。合伴卡，多谢你啊！宇君，多谢你，多谢。阿生，多谢宇浩。欢迎天。答。哇，真系好感人喎！义工们嘅默默付出。其实每一位受众都深深感受得到的。刚才片段有提及到红十字青少年，他们接下来好像有个大日子要庆祝。是啊，没错啊，究竟庆祝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看看宣传意啊。Thank you.
65周年。Barbara， 你估你65岁嗰阵时会做紧啲咩咧？哇，几廿年后嘅事嚟嘅，咁远嘅事。我想我都应该还在香港红十字会做着义工的。那就好了，希望你接下来也有机会去获得以下这个奖项。有请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冯丹薇太平绅士 MH， 有请 Amy。大家好，我是 Amy 冯丹薇，是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今天大会邀请我来颁什么奖呢？是第一届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嘉许礼志愿服务奖。2020年香港红十字会增设了50小时的志愿服务奖，在此屏幕就显示由50小时去到最高服务时数的义工名单，奖项即将送到各位得奖者的手上。本年度获得志愿服务奖高达3000多位义工，最高的服务时数是高达19500小时，在这里我恭喜每一位获奖的义工。我大約就是4年前加入紅十字會，當時就是 Bonnie 邀請我的，因為我在做青年工作Bonnie 就覺得我的經驗可以幫到會員和義工發展，所以當時就加入了這個小組。我想在紅十字會令我最深刻的義工服務就是應該是心理支援服務，因為我們經常理解First Aid 很多時候都是可能身體受傷去獲得這個急救服務，但是我看到紅十字會近年呢都做很多心理支援，是做這個Mental First Aid， 這個我覺得在遇到一些天災人禍的時間呢，我覺得這個介入呢這個服務是相當有用和相當迫切的。我觉得义工其实就不应该讲管理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讲怎样跟义工一同去创造和去共建，因为我相信义工不再是被动去参与服务，其实很多时候义工都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经验和有他的专长，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和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时间可能会作出一些更加好的想法和更加好的建议给我们。我觉得红十字会一直都是高举人道价值这个的价值观和观念，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义工服务是非常之吻合和贯穿，因为我觉得义工服务要持久其实就不是讲一些工作，其实最重要是讲一些价值的传承，所以我相信红十字会继续其实是推广人道教育和人道价值，这个对于我们的义工发展我相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我记得美国的著名的教育家海伦海林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他就说 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 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我觉得义工都是一样的，其实单靠一个义工的力量可能很微小，但当很多义工走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力量就很大，所以我希望红十字会的义工其实是继续辛苦相传，鼓励多些身边的朋友一起做义工，我相信这个 together 这个力量是会带来社会一个很大的祝福和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多谢 Amy， 如果你错过了名单也不要紧的，你可以扫一扫画面上面的 QR code 那就可以看得回了。今年获得志愿服务奖的义工都是来自不同的服务的，而每位义工虽然做服务的种类都是不同，但是全靠他们红十字会才可以提供多元化和高质素的服务的，好像一些做后勤支援的义务工作一样。是啊，而近日我在总部都见到有一班义工在5楼默默做维修轮椅等等的辅助行动器材。我知道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新的服务，不如我们一起看看宣传椅。
大家好，香港红十字会社区关怀服务部辅助行动器材租借服务在2月份开展器材到户服务。计划的背景是香港红十字会正在推行综合社区恢复计划，为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人士，特别是独居长者、低收入家庭、伤残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援助。计划涵盖健康、自给、社会共融三个范畴。而器材到户服务就是这个计划的其中一部分，主要针对上述弱势社群，为当中有需要而合资格人士提供适切的辅助行动器材租借服务，以提升他们的活动能力，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这个计划的重点包括为需要短期租用轮椅或者其他辅助行动器材而合资格的朋友，可以获得豁免器材到户运费和豁免最多三个月的租金。另外，我们亦都增添了不同器材的种类，以配合服务的需要。在申请资格上，我们涵盖了两类的朋友，当中包括60岁以上独居或者双老户，正在领取社会保障援助或者领取长者生活津贴。另外就是低收入家庭，如果他们正在领取综援，或者每月家庭收入不超过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每月住户入息上限，都可以申请。我们亦都增加了不同的器材种类，当中包括以下几款。不符合豁免资格的申请者亦都可以考虑自付运费申请器材到户，我们会按居住的区域收取合适的费用。这个服务由2月份开始，我们都处理了不少个案，服务使用者都称赞我们的服务。王伯就说服务真的很好啊，不单止将器材送到家，好仔细咁样教埋我点用，亦都要讲埋留意嘅地方，好值得推荐呢个服务啊！而张太就话有咗轮椅，方便佢同先生复诊，又可以落下公园坐下，唔使喺屋企成日咁闷。好多谢佢哋嘅赞赏同埋心声，你哋嘅赞赏就系我哋发展服务嘅动力。诚邀大家帮忙宣传和推介器材到户服务给有需要人士，查询电话是26100515，或者可以浏览这个服务的网页。多谢大家。就住疫情，香港红十字会会有不同的新服务、新尝试，各位义工真的要努力帮我们将新服务传播开去啊。好了，讲了这么久，不如继续我们的颁奖环节了。现在我们有请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林天佑先生为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Hello， 你好，我林天佑啊。你應該是大概中二嗰時候啦，咁啱啱開學，咁我就有一個禮拜六咧，翻學打波，咁見到一班紅十字會嘅師兄喺度集會啦，咁就八卦走去問下，咦，其實紅十字會咩玩㗎咁樣？咁佢就好認真同我講咧，佢話我有急救啦、護理啦，甚至乎係去做社區服務嘅。咁我覺得套制服幾靚喎，咁於是咧就入到會啦。咁但實際上高嗰時候，紅十字會做啲乜嘢咧？咩嘢咧？都是知啲唔知啲啦，咁後期上咗唔同嘅訓練課程啦，啊參加多咗唔同服務之後咧，先開始明白咩叫做入到服務，同埋紅十字會出台本質。咁今日咧，我係被邀請咧幫手去頒發第一屆香港紅十字會咁教佢嚟嘅其中一個獎項，得獎咧嘅大家都最高噶啦。咁咧就今日我係負責頒呢個領謝狀。名单在荧光幕右手边，你哋会见到噶啦。咁一阵间咧，我哋会直接将啲奖项咧送到手上公噶喎。得收唔收到啦？好，收到啦吧。
好多谢晒你哋先，恭喜晒！哇，好多年咯，你谂翻谂先记得。不过咧，我觉得应该都系开心同埋系兴奋。点解咧？因为做嘅嘢俾人认同咧，好难得嘅呢样嘢。我想分享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转了做成人领袖，跟着就去做义务的职员，期间其实都跟同伴继续做一些深入一些的社区服务，还有同一时间都培训紧青少年会员，推广紧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还有我们的红十字会做了些什么东西。期间的满足感呢，我想是最大推动我继续的力量的。冇咗你嘅参与，冇咗你嘅支持咧，其实做会服务系好难去推展啊推广嘅。咁但系咧，都希望你哋继续帮手，发挥你所长啦。最重要一样嘢就希望你哋系向身边嘅朋友、亲友去推广红十字会嘅人道服务嘅理念，令到佢哋更加认同我哋做呢个工作。再多谢你哋一次，多谢你。多谢晒佑哥。嚟到今日嘅最后一个奖项，我哋有请会员及义工发展委员会成员梁耀华先生。系大家好啊，我系梁耀华。咁我加入香港红十字会咧，都有三十几年嘅光景噶啦。咁點解我會加入香港紅十字會呢？最主要呢，我覺得佢嘅七大原則係非常之好嘅，特別係公正、中立同埋咧就志願服務啦。因為咧，我以往咧係喺一個政府嘅緊急部門嗰度做事嘅，咁正咧公正同埋咧中立咧就係我本住呢一個宗旨去為市民服務嘅。咁所以咧，我到而家咧仍然咧係非常之高興，仍然咧係好中意咧係紅十字會做義工嘅。我好多谢咧，大会系邀请我嚟颁发呢啲奖项嘅。咁我颁发咩奖项呢？我就负责颁发训练员嘅服务奖章，同埋咧就成人领袖服务奖。咁训练员服务奖章咧，今次咧我哋总共咧系有22位嘅朋友攞得嘅。而成人领袖服务奖咧，我哋总共咧系40位嘅朋友攞得嘅。咁我哋你嘅右手边咧，你见到呢个就系得奖嘅名单啦。我而家揿掣咧，你哋会收到噶啦。好，咁借住啲機會咧，我都多謝咧，同埋恭祝各位得獎者，希望多謝你嘅付出同埋貢獻。我最緊要咧，因為咧，取得兩個獎章嘅朋友咧，係即係用嘅時間好多嘅嚇，咁佢精力啊，佢時間咧都貢獻咗好多嚇，咁希望咧就社會人士啦，能夠咧得到即係多啲嘅。及舊嘅知識啦，從而咧可以真係仗義出手幫到一啲需要嘅幫助嘅市民啦。最主要就係紅十字會嘅七大原則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特別佢係公正啊、中立啊，同埋呢個志願服務咁樣。往往咧，當我哋如果係去教授急救嘅時間，咁我哋咧就啲義工會係奉獻佢私人嘅時間啦，不遺餘力咁樣咧，為咗啲市民能夠識到一啲。認識到一些急救的知識，咁從而咧，當傷病者現場的時間彷徨無助嘅時間，一些市民或者一些大眾，佢可以咧仗義出手咁樣，令到啲傷病者咧減低個困擾啊，同埋到舒緩佢嘅壓力嘅。咁呢樣咧，我覺得咧係相當可取，所以咧，我係多謝各位義工繼續管住呢個紅十字會七大原則去做，包括我自己，我都係以呢個原則去做嘅。在這裡我借此機會就是多謝和恭喜我們的得獎者，因為我深信他們付出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在各個層面的服務，無論是不同崗位的義工的領袖或者急救導師樣就令到社會更加和諧，同時就是在這個新常態之下出嚟做嗰個義務嘅工作咧，唔係一件易事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嗰個義工咧繼續係管住一個幫人嘅熱誠，而係繼續咧就係管住紅十字會七大原則去做。
多謝曬兩 Sir， 係咧 ，Barbara， 我哋喺活動開始之前咧提過十一月嘅周年大會，咁、當日咧其實都有幾百位嘅義工領取咗更加高殊榮嘅獎項，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唔可以遺忘佢哋嘅。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學下頒獎嘉賓咁，將心意都送到當日嘅得獎者手上啊！好啊 ，Isaac， 嗱，咁我哋預備咯，好，一、二、三。恭喜晒咁多位得奖者，希望将我哋嘅心意都即时送到大家手上。唉，欢乐嘅时光。喂，今日嘅嘉许礼系未完噶，我哋除咗想藉住今一次嘅嘉许礼，将啲奖项送到去得奖者嘅手上面之外咧，我哋仲想感谢所有香港红十字会嘅义工。哦，我梗系知啦，一班职员咧仲准备咗份小礼物，想送俾咁多位义工嘅。去片。大家好，我是 Bonnie 苏婉娴，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今天这个这么大的日子就是香港红十字会义工颁奖典礼，我希望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修订了的义工参与政策。这个政策主要有四大方面的，第一，我们希望义工很积极地参与我们的服务策划；第二，所有义工都应该有他的学习阶梯；第三，我哋同義工相處嘅同事，佢哋應該喺義工管理上面咧，亦都係有所學習嘅。最後尾，我哋希望我哋多元化咁招募唔同背景嘅義工，去多元化咁支持參與我哋人道工作。政策寫得幾完美都好，其實如果冇咗你嘅支持咧，都係冇意思嘅。咁我喺度咧，多謝各位25,000位嘅義工，過去咁多年喺你哋崗位裏邊支持我哋嘅人道工作，喺香港紅十字會嘅七項基本原則之下咧。去支持我哋嘅策略发展计划，最后真系好多谢你哋，希望我哋与你一齐同行，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多谢晒！香港红十字会多年嚟喺社区提供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训练，例如急救、健康护理同埋比赛等训练，令到区内好多嘅市民嘅个人知识啦，或者嘅人都有所提升嘅。而一方面之所以成功，全系一班有经验、有丰富知识同埋无私奉献嘅义工们一齐帮手协助，所以我都好希望藉此机会多谢大家，多谢你一路嘅支持。传讯及资源发展部咧，每年都会举行好多大型嘅筹款同埋宣传活动。我哋需要好多嘅義工幫我哋手做一啲嘅籌款啊、義賣啊，或者一啲背後嘅工作，譬如拆信啊，或者資料輸入。其實嗰啲都有啲係好沉悶嘅工作啦，或者要出街啦咁樣。咁但係大家義工都唔介意，我想多謝大家。各位青年領袖，感謝大家同我經歷咗不一樣嘅一年，製作咗好多唔同嘅新常態下嘅活動。期望出年我哋繼續與青年同行，活出人道。我哋能够内外兼备咁样向公众人士宣扬人道精神，全赖有演技出众战区九零嘅教演员，同埋对国际人道化有深入认识嘅人道教研室义工。多谢你哋令到更加多人加入红十字会人道嘅行列。Hello， 大家好。喺疫情之下咧，真系要再一次多谢大家咧，全赖有你哋咧，先系可以为我哋啲住院病人啦，我哋呢啲独居长者啦，我哋社友咧，持续地咧提供一啲嘅人道工作、人道服务。再次感激大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加油！有各位义工嘅同行，令到我哋学生嘅学习可以大放异彩，亦都令到佢哋可以感觉到人间温暖。无论喺世界各地或者喺本地，当有人道需要嘅时候，都有你同我哋一齐同行。
真的很多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将一些紧急服务，包括了医疗、急救和各项的紧急服务带给有需要的人，很多谢你。除了以上提及过的各项社区服务之外，义工亦都参加了本会大大小小不同的发展项目，当中包括义工管理系统、义工网页，以及大家都有来过的义工发展及活动中心。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支持香港红十字会各项义工的服务，因为有你们的参与，我们的服务才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多谢你们。义工新常态，有我仲有你。今年大会特别制作了这个的感谢片段呢，目的就是想给各位义工真切地感受一下每一个服务单位的主管对大家的谢意的，因为每一个义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是呢，不知道这么多位义工来做服务的时候，会不会都去我们大楼不同的地方参观一下的呢？咦，爸爸你做什么敢问的？难道总部大楼都有些神秘的地方？不如你介绍一下。梗系有啦，想知道咧，我哋一起去片。喂 ，Hello， 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咯。系啊，都好耐啦。喂，近排大家咧话我哋好似冇咩活动做出嚟咁。都啱嘅，咁我哋将啲活动变晒喺网上面做啊嘛，连我个人都电子化咗啦，你有冇觉得我靓仔咗先？你中意啦。喂，不如我哋都介绍下我哋有咩活动啊？你哋玩过你嘅活动未啊？我哋啲活动有咁多，无论你系三至八十岁，定系一个人，定系好多个人，仅有一样都啱你玩嘅。第一樣咧就係人道探索平台，我哋就住疫情同埋一直都關注嘅一啲戰爭議題咧，建立咗唔同嘅互動探索工具包，每個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就可以完成噶啦，輕輕鬆鬆認識人道。如果你係老師或者青年工作者，我哋仲可以為你提供獨立嘅連結，等你去分析同埋收集翻同學嘅進度，回應教學需要。OK 喎，仲可以自己揀自己中意嘅主題去睇添，我覺得幾好啊。好，咁等我講第二樣啦。红十字资料馆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总部大楼七楼啦。因应疫情的关系，我们已经将它数码化了，大家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360度去参观。还有我们可以连接到不同的网上资源，这样令到大家对展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我们都准备了参观工作纸给大家，欢迎大家去使用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网上参观这个展馆呢？相信这个都是全新的体验，估不到网上展馆都可以这么好玩。喂，你上面啲嘢咁多字咁複雜，屋企係 BB 嗰啲點參加啊？有，幫緊你，幫緊你。嗱，呢個就係繪本看人道啦。每個月我哋會揀唔同嘅繪本同小朋友去講故仔，等大家留喺屋企又有故仔聽，又有小活動玩，更加可以學習一啲人道嘅價值。一舉多得，得咗。咁各位有小朋友嘅，記得幫佢報名咯。头先讲嚟讲去都系啲个人活动，其实有冇团体嘅活动噶？梗系有啦！头先讲啲绘本活动啊，我哋好欢迎大家包场，成班朋友仔一齐嚟玩啊！咁大家识做啦，可以约唔同嘅家长或者介绍俾幼儿导师朋友啦。最后仲有一个网上嘅人道工作坊，叫做人道探索知多啲，佢系参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嘅教材而整嘅。探讨武装冲突所带嚟嘅人道后果，对生命同埋尊严嘅影响，仲有系思考旁观者嘅角色，同埋战争也有规限嘅重要性。工作坊会以互动学习嘅形式，带动学生去参与探索同埋反思。记得报名啊！哇，听到好似好正咁。嗱，个活动咧欢迎唔同团体参与，包括青年团啦、学校啦或者教会，快啲报名啊！知道大家听完都未必记得噶啦，所以我哋都准备咗 QR 曲俾大家了解更加多。无论香港嚟紧咧会经历啲咩挑战都好啦，咪住先。讲完网上面嘅活动咁快就上完，一直做开嘅旗舰活动战区90同埋 2.0 都已经喺新常态下做足咗防疫措施，欢迎大家报名啊！除了刚才讲的活动外，邀请大家都浏览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的网站，留意我们的最新动态，
无论香港和世界各地有什么挑战，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传播人道价值，建立人道视野，回应人道挑战。拜拜。哇 ，Barbara， 原来人道教育中心都有咁多咁正嘅活动咧，可以拉埋一家大细参与噶喎。系啊。咦，而家时间咧就仲有几分钟就去到四点啦，唔知睇紧直播嘅你投咗票支持你嘅红会新行意未咧 ？Barbara， 你投咗未啊？我仲谂紧啊，因为咧个个都好似好有意义咁，不过大家唔好好似我咁慢啊，要尽快投票啦，因为好快就会截止噶啦。是啊，在票数最高的三个的活动更加有机会下年就会实行的，那我想大家都会拭目以待了。那不如我们趁这个时间又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些什么新行义的 idea。我觉得呢其实义工都真的很有创意的。是啊，没错没错。那第一个 idea 呢就是来自 V 计划的义工。那个 idea 呢除了关心服务对象之外还关心义工本身的。希望透过一些 Zoom 或者是实体的活动，给参加的义工在面对疫情的时间就可以放松心情，善用一些不同的资源，例如做一些咖啡啊、花茶啊这样的工作坊来到装备自己，唤醒正念的思绪，那就还可以将学到的东西带回去给不同的服务对象。是啊，听你这么说这个计划真的挺有趣，因为它其实在大家面对疫情这么久，它又可以有一些活动去给义工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还可以之后给埋个服务对象。嗯，好啦，咁你分享咗一个，不如我又讲下一个给大家听下。嗯，好，咁呢一个呢其实呢它就好像一个 KOL 咁嘅，咁呢就会在 YouTube 那里就开一个嘅新频道，咁呢就会去教导网友保健啦。在新常态之下呢是非常之适合一家大小呢在家强健身心的。这个 idea 呢是来自健康自家管的义工的。咦， KOL 啊，现在很 hit 的、哦、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 idea 来的、哦。是啊，同埋现在大家成日都在家呢，其实你在 YouTube 看下做下运动呢都是对身心非常之好的。嗯，那至于第三个 idea 呢就是希望可以为公众带来牙齿和眼科保健的教育内容。咁又係一個全新嘅服務嚟嘅噃，唔知道我哋義工入邊有冇牙醫，又或者眼科嘅醫生呢？而提供呢個 idea 嘅義工咧，仲希望可以成立一個紅會行義協會，做一啲支援啦，或者係做一啲配對嘅工作添。嗯，哇！呢一個我聽完又覺得幾有趣，因為其實喺疫情咧，大家戴口罩戴咗成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護理你哋嘅牙齒呢？嗯，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啊，如果你支持，你都可以投佢一票、哦。嗯，好，咁第四个啦，咁呢一个嘅 idea 咧，咁就好啱压力大嘅都市人嘅，咁呢个 idea 咧就包含咗心理支援嘅元素啦，咁希望咧透过 podcast 嘅形式咧，去分享身心灵嘅健康资讯、小故事，或者咧分享一啲可以令人放松嘅音乐，等大家咧喺瞓觉之前咧都可以轻松一下。idea 咧系嚟自青年及义工事务部的导师的。哇，这个我真的很需要啊，你知啦，都市人压力大是吧，尤其是疫情下压力又大，工作本身压力又大，喂，真的夜晚很多时都有失眠的问题。哇，这个服务呢真的可以帮到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士或者压力大的人士可以即是轻松一下这样。是啊，没错，都是一个不错的 idea。那而至于最后两个 ideas 呢都是来自汇贤坊的义工的，他们留意到疫情之下区内有不少低收入家庭，他们面对的精神压力都很大的，他们就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亲子的活动就舒缓情绪和提升一些精神健康，还发现到疫情期间就多了不少隐世高手，就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家居的生活小智慧，咁提供更多更加貼地嘅健康飲食小知識嘅。哇，聽曬呢七個真係非常之難投喎、哦。咁其實咧呢一個活動咧係為咗回應義工參與政策咧而舉辦嘅。咁至於義工參與政策到底係啲乜咧？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宣傳意先啦。好啊。
喂，红十字会的义工，你有没有听过红十字会的义工参与政策是做些什么？身为义工的你，有哪部分可以参与呢？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参与政策是希望为义工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指引。志愿服务是建设社区的核心，并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带来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发展。而就住义工参与政策，我们有四大方向：提升义工多样化 （volunteer diversity）、义工参与服务策划 （volunteer engagement in service development）、义工学习阶梯 （volunteer learning path）， 以及负责义工管理同事的学习需要 （capacity building of volunteer management staff）。喂 ，Siri， 咁你又知唔知点先叫红十字会嘅义工啊？香港红十字会义工是指任何偶尔或恒常代表本会或为本会提供志愿服务的人士，他们会透过向弱势社群提供服务，参与机构管治或带领机构发展共建人道及和平的社会。红十字会重视多元背景的义工团队，不分种族、族群、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身体残障或年龄，致力消除可能因身体、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阻碍义工参与的因素，积极招募义工参与及鼓励义工发挥潜能。因应信息万变的环境、科技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对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本会不断检视现行及探索创新的志愿服务模式。我们鼓励义工按本会策略发展计划与服务发展政策的框架，一起参与和探索回应社会需要的志愿服务，透过参与决策、设计及改善服务，防止及减轻人类疾苦，并宣扬人道精神。我们会为义工提供书面指引和规则，指明本会和义工的权利和责任。我们为义工提供相关及适时的资讯、培训和设备，并对服务表现提供回馈。除此之外，本会亦会进行安全评估，并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确保义工有充足的准备下提供服务。同时，红十字会会为义工购买意外保险，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适切的心理支援。为使义工能履行指派的工作和角色，我们会为义工提供认可培训和个人发展机会，推动义工提升个人技能和能力，长远在红十字会及红十字运动中担当不同岗位。红十字会期望义工在任何时候都按照本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行事，支持并按照本会的政策、常规、程序以及行政决策行事，尊重有关使用红十字标志的规定，以及防止标志被误用。我们期望义工竭力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履行职责的时候不作任何歧视，富有同情心以及尊重人的心去回应弱势社群的需要，并且尊重各个受助者的私隐。我知道啦，义工参与政策希望提升义工多样化，鼓励义工参与服务策划，强化义工学习阶梯，以及针对负责义工管理同事的学习需要提供协助及培训。希望嚟紧我都有机会在义工参与政策相关活动或者项目同各位义工见面啦，再见。好，而家我哋报个时先。而家咧系下午嘅4:04，一人一票嘅红会新行仪已经截咗止啦。咁啊 ，Isaac 啊，其实你最中意边一个 idea 咧？我最中意边一个咧都唔系重点，因为咧结果咧已经喺我哋手上啦。我哋今次新行仪咧总共收到超过150位嘅义工投票，而最后三强嘅红会新行仪分别系第一位系第6号嘅与你同行。哦，即是亲子嗰个活动，系啦，冇错。第二位咧系1号嘅红人大翻身。哦，即是嗰、那个照顾埋义工需要咖啡花茶工作坊嗰、那个，冇错冇错。而第三名咧就系2号嘅 YouTube KOL 计划嘅。哦，非常之好啊！哇，真系恭喜晒呢啲新行义嘅计划。
嗯，冇錯啦，希望各位義工都可以多多參與啦，咁人人都可以投入喺裏面噶噃。嗯，咁希望各位義工都可以多多參與。咁啊，今次真係嚟到活動嘅尾聲咯喎。咁實體嘅獎項我哋之後會經由翻義工隊各個義工隊就係交翻俾大家嘅。咁而獎項嘅記錄亦都會喺義工網站嗰度更新。咁大家登入翻去就可以睇翻自己嘅記錄噶啦。冇錯啦，喺完結之前請大家都可以掃一掃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就住今日嘅活動俾翻少少意見我哋。嗯，我哋希望下次嘅義工嘉許禮可以係實體咁樣進行，咁我哋就可以親身咁多謝各位義工啦。係啊，最後我哋都有一首歌想送翻俾各位義工，而得獎者嘅感受同埋心聲亦都會同步顯示出嚟，大家記得細心留意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白昼黑了，没有灯，疫情再劫下降生，信仰腐蚀语言，挑起了战争。若这一切没发生，没有不必要牺牲，你我他的国度都不过众生。让我手伸出去吧，变更，让我可即讲爱吧，有心。如果可以去为人贡献，就算少少恩惠；如果可以为别人送上问候，总可以么？重新开始学做人，我要学一切像最初。都不过是个人，来拥抱沧桑。少少恩惠，如果可以为别人送上问候，总可以吗？重新开始学做人，我要学一切像最初，都不过是个人，来拥抱沧桑。再劫下降生，信仰腐蚀语言，挑起了战争。若这一切没发生，没有不必要牺牲，你我他的国度都不过众生。让我手伸出去吧，变更，让我可即讲爱吧，有心。
果可以去为人贡献，就算少少恩惠；如果可以为别人送上问候，总可以吗？重新开始学做人，我要学一切像最初，都不过是个人来拥抱沧桑。少少恩惠，如果可以为别人送上问候，总可以吗？重新开始学做人，我要学一切像最初，都不过是个人来拥抱。白昼黑了，没有灯，疫情再劫下各生，信仰腐蚀语言，挑起了战争。若这一切没发生，没有不必要牺牲，你我他的国度都不过众生。让我手伸出去吧，变更，让我可即讲爱吧，有心。如果可以去为人贡献，就算少少恩惠；如果可以为别人送上问候，总可以吗？重新开始学做人，我要学一切像最初，都不过是个人来拥抱沧桑。如果